年快乐！今日是大年初二，逢迎仙馆祝大家万事胜意，身体健康啊！年三十晚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到逢迎仙馆参加迎春接福献头香的活动呢？当晚九点半开始，已经有善信在馆入面排队了。咁啊，今日咧就嚟献头香啦，系咪啊？其实几点已经嚟到啦？九点几？九点几？咁啊，食饱饭就过嚟啦，系咪？系啊。咁不如咧，亦都咧同镜头嘅观众咧，大家咧一齐讲下啲恭贺说话，好唔好啊？祝大家新嘅一年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，国泰民安啊！国泰民安啊，非常好，唔该晒几位。咁啊，希望咧大家咧都可以身体健康啊，国泰民安啦。踏入年初一子时，京师就在大殿入面诵经，礼赞神明，祈求神明赐福。同时间，各个善信就去到大殿外面上香，将新年的希望透过自己第一炷香向神明讨祝。而家倒数十秒就正式开始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。当晚有好多善信参与，一同上香，非常热闹，好有新年气氛啊！迎春接福献头香的活动就过咗啦。如果你都想新年祈福的话，听日大年初三，我哋就会举行赞星行大运，希望藉住向天上升斗、北斗星君、斗路元君礼赞，祈求削罪添祥、消灾解厄、保命延伸。听日大年初三。约定大家逢迎仙馆见啦！